生日快乐嘞！对，今天是我生日，看我都忘记了，我25岁啦！恭祝你福寿与天齐。我们今天要去祝老爷，你们有祝过老爷吗？吃过，好期待哦！祝老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这是福尔斯廷，福尔斯廷。欢迎搜寻虾皮寄生先生卖场。好，那个不重要，那不重要，没有业配，那我们就 Vigo。我竟然吓到哎！我们今天是平均身高女子，173、174，她的厕所在这里。这不是衣柜吗？不是。哇！天哪！很赞呢。老爷他就是在资本，然后资本就是有很多泡温泉的地方，台东的资本。它就是一个温泉饭店啊，然后它每一间房间你都可以在房间里面泡汤。我等一下再补一个那个泡汤的画面。泡汤画面。你跟思婷一起泡裸汤，应该很多人看。泡就好了。那范君你要泡裸汤吗？我也要泡吗？你不用。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没有。刚才没有。经理出去。刚才你是没你。你要用那个 breaking 出去的。我是住3天2夜，所以可能今天那生日快乐嘞！那等一下我们会下去吃晚餐，铁板烧，铁板烧。老爷送我一个蛋糕，我生日快要结束了，现在几点了？现在10:30。啊，帮我关灯呢。哎，你差点烧到我的脸。没事吧？你要怎么关？你还脸贵哦。好，那开始炸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生日快乐，祝生日快乐。第一个愿望，希望我们都越赚越多钱。耶耶。第二个愿望，希望除了赚钱之外，我还是想赚钱。对，我们大家都要赚更多、更多、更多、更多的钱。健康已经不重要，赚钱最重要。有钱就可以买健康。你要闭眼睛许，而且你要认真许。Okay. 你要认真许。你觉得什么？不要说这是我的秘密嘞。秘密吗？对，秘密妈妈。秘密妈妈。那我要吹了。好，帮我吹。开玩笑的。yeah! 哎。我们今天喝的是什么？断片酒。哎、欸，这个很强哎、欸，这个很可怕的哎。哇耶！谢谢，然后来住这么好的饭店。真的，很晃店，很赞。先见，再进去。之前都没有拍到那个房间可以泡汤的画面，它的浴袍很可爱。就是其实老爷还有两个裸汤，然后一个是户外的，一个是室内的。啊，因为那是裸汤，所以就没有办法拍。现在就是房间里面的温泉。那我现在要试一下。嗯。啊，我现在很棒，我说我家小屋。哇哦！等一下啊，如果到时候拍起来太胖了，我就不发了。所以你就可以直接在房间里面无限上泡温泉。这一个水瓢，然后这个水瓢楼下的店有卖，如果你很喜欢的话，你可以下去楼下帮买回家。对，要来个胸部很大。等一下，我顺便讲一下，现在是我挪低术后的第3个礼拜，我不知道这会不会盲流哎。反正你都黄色有差嘛。因为这外面做的很软，原本的小 B 奶在这里。观众福利，帮我们拍个屁股。可是我屁股很垂，算了，都不要拍了。然后这是外面的。哇、wow。反正这就是台东。台东。我想，怎么有毛？等一下，我踩到一根毛。是什么野生动物的毛飞在我房间的阳台？我跟你说，昨天我们窗户上还有一只虎头蜂。哦。啊，好好好。我不知道。他身上拿了一大堆东西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零一杯可乐，有了可乐了，是从冷气房出来了，要吹干，那是干嘛的？哎、啊，你那个高尔夫球杆不能弄坏人，因为店员那个员工会问你说你要不要修改。哦，哪里来的？游泳池。那有凉水吗？这个吗？
我以为这边是泳池哎，想说怎么踩进来是温温的，结果连这里都是温泉哎。温泉为什么会有滑水道啊？也太可爱了吧！哇，这里也都是温泉呢。这个要晚上来泡。哎，脚很烫嘞！哎，它很烫嘞。打火机啊！欸、等一下，我要想画。等一下，在外面桌上。哎、欸，这是老爷送我的蛋糕。耶！哎，我们先那个好了。老爷里面的吃晚餐的地方。我们在讲废话。我们要看一下铁板都长啥样。有。哎、欸，那跟我一起过去啊！欸、一二。欸、去那边啊！一次再试。一二。我自己来。随机起舞，什么？随机起舞这样。五号。来讲话。棉花鹿的屁屁。哎，还大便，还大便啦！哈哈。哎呦！高冠军送我什么？他送你什么？送你一本书。他说什么？上面写什么？哦，真很难，你可以不必假装强大。人生很难，但是我很大。但他要写什么？你要念出来啊！人生日快乐，真的。写跟上面一样。写在这边又写一次，这个人是制造吗？失败生日快乐！开心吗？没有，我讲一下。我很怕我看不完。我讲一下，因为我们当初我们三个这么突然这么熟，就是因为我们各自刚好。